说不定是人生最后一次回老家，把小时候的一些记忆重新再走一遍。有吗？在电视上耶！阿妹，我刚才学校里搞笑的哦。我在老乡，90年的。OK， 我今天喝了嘞。我回来，他们都要请我吃。我觉得我好像是肉香饼的那个恶霸。小 T 哥是一个很爱自己家乡的人。